利用机动兵的三连钩，可以爬上大烟囱吗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美小子。不知道小伙伴们玩不玩特种作战模式？最近发现这个模式回来了，刚好有个测试一直没有机会做，就是用特种作战模式的机动兵爬上 2.0 核电站的大烟囱。盲猜是上不去的，可是这么一飙感觉又很近，先试一下看看。只能到烟囱的一半，本来想放弃了，不过看到旁边废弃的大烟囱，感觉从这上面跳的话是不是游戏呢？先上去再说。这样看感觉近了很多啊，来吧，展示。好吧，还是差一些距离，再试一次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不行，可能小子钩爪的技术差，射两次都没有上去。如果能触发四连钩就行了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去试试看。好了，我是南美小子，视频最后还是那句熟悉的台词。